我住在一个小城里边，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。早晨买完了菜，总喜欢到城墙上走一趟。 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，人在城头上走着，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是想去逛逛。大嫂，大嫂，你有意思一块儿去吗？我，啊，<笑>你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去。我能去吗？当然能啊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好，我们四人一块儿去。大嫂，你快去换衣服去吧。走，玉文。 我们一道去。对了，你们俩好久没一块出去了。大嫂一块去吧。走嘛，大嫂一块去啊！大嫂一块去啊！我们走上了城墙，我走在后头。你想在城头上待多久？像这样，我能待一天。我们到别处去走走好吗？随便你。你跟从前的脾气两样了。我变了吗？没变。打仗以前。 不晓得张文武现在的脾气变坏了，还是身体的关系。我的太太，人是再好也没有了，也就是因为我的身体，夫妻之间的关系弄得这样不正常。没什么不正常吗？他对我只是尽责任。
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明白。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你替我劝劝他。我不晓得你们认识，如果他嫁的是你，多好啊。你说的太惨了。并不是你来了我才这样的。结婚的那年，我也逼着我自己喜欢的，后来他病了，人越变越怪，我才觉得空空洞洞的，不知怎么是好。我就只有想你，他是我的丈夫，我服侍他，我得死心塌地的服侍他。我心里是你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可又叫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像你们都喜欢到城头上来，为什么？这只有这一处好玩嘛，沿着城圈走就有走不完的路，往城外一看，你眼睛死劲往远处看，就知道天地不是那么小。张大哥，待在我们这个小城里，尤其是像我们那样的家里，真会把人给憋死的。大嫂每天早上买菜都要到城头上来走一走的，也许那样能使她心里头松快一点，就是这点松快使他有勇气再活下去。行不行啊？我有事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今儿个你们俩上哪儿玩来着？在城头上。好玩吗？不是你带我去玩过的吗？看样子你跟妹妹已经很熟了。她是我看着她长大的。坐一坐，我们谈谈。你觉得志成这个人怎么样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先别问，你说，你觉得他如何？你的朋友当然好。全福寿啊，一个一个，八个八个，七个七个，过来过来，给我。对对对，来，我喝。老黄。对了，还老黄替你喝。哎，对，程大生。老黄，替我把这个酒喝了。少奶奶喝了。你能喝酒吗？哎，他是能喝呀。来来来，老黄，咱们俩划一拳。放肆放肆。哎，你跟他划嘛。来啊。去
神福寿啊，一品当朝。啊，老欢迎了，老欢迎了，老欢迎了。我跟你来，我不跟你来全福寿，我也不跟你来财东财，我跟你来。这个，这咱昨天常来的嘛。嘎啦脆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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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服了。啊，张大哥输了，喝酒。这回我跟你划拳，我们三拳两胜，谁输了谁喝三杯，三大杯。来，全福寿啊，四个喜呀，五个。腿呀，三斤呢，你输了。这时候，月亮升得高高的，微微有点风。回去，别进去嘛。我们都在这儿，我们都在这儿。